明明有空车位，可前后呢都有车，很多人啊就被难住了。其实呢，只要记住这三句话，侧方停车就能一把进。这个方法呢特别简单，大家呢可以点个小心心收藏起来。现在呢咱们上车，这时候啊咱们顺着车位线平行的往前开。开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右边的后视镜，当它跟前车后视镜对齐的时候呢就可以停住了。这时候挂入倒档，把方向盘往右打满，往后倒车。走，倒的时候呢看左边后视镜，当在后视镜中能够看到后车全部车身的时候呢就停住，这时候再把方向盘给它回正了。回正之后呢继续往后倒，倒的时候啊看左边的后视镜，当看到后轮轮胎压到线的时候呢，把方向盘向左打一下。这辆车子就能一把停进来，你看是不是停得嘎嘎正？我是松哥，关注我，准备还有1000个汽车知识。